松子盘。哦，没有抽奖的。哦，来，我把水宝叫来了啊，把樊水叫来了。来，坐这儿就坐。来了，嗯，坐这儿。然后大家记得关注樊水抖音啊，你们那个要听樊水复盘，先关注抖音啊。大家抽一下奖啊，抽一下奖啊。这 iPad 你给我都要，好吧？那个我复盘是歪哥井上说六是好人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觉得他是大哥了。尤其是他跳女巫报错饮水，我就觉得他有可能是个机械守卫，但是我不确定，但是我大概觉得他是大哥，所以我觉得就四五里面砍一刀一定能赢，因为歪哥不可能学一个没有用的身份，他要不然是超级神牌身份，要不然就是超级双刀狼，所以四五里面我们砍死一个就说明圈圈肯定没守到平安夜。他要把守四，要把守五，我们把五砍死了他就守四，他要我们把四砍死了他就是自首，我们就随便赢了，我是这么觉得。大家抽抽奖，抽抽奖，记得发截图啊，我们萌萌抽 iPad， 酷酷抽 iPad， 而且歪哥歪哥对我也特别好，因为他是大哥嘛，他先说六是好人，他说哎呀不用报人文什么猎人什么所谓的，他生怕我报错，那我肯定知道二是猎人呀，因为圈圈在这里复盘，快点过来，你说我的没事，你俩一块说，你坐、哦、我是主要值班位是吧我看看他，我那个是我的肯定是我的问题啊，就是也不用怪那个水子姐跟那个但是八二猎人是 KS 给我的眼神，夜里我们说了把二先砍死，他肯定有身份，听他发言是猎人还是守卫，他发完言我们俩都觉得他像猎人了，因为我想一想我们三个嘛，因为我自己也不确定，我只是觉得二像身份，关键是四死活不报五身份，五不是女巫就是守卫，所以给二不是女巫，所以给二的身份就只剩下猎人了。嗯，我说一下吧，因为观众朋友们是上帝视角，可能我很难理解嘛。那结果上我的确是问题比较大，我也承认啊。因为在歪哥单死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错了，就是错大了，对，不可能单死，你知道吧？然后，但是我在砍之前，我想的是，我是真觉得他是好人，没觉得他是狼。虽然他报的饮水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故意报的四饮水，为了就是让四号玩家更能成为场上的，对的，就拉场帮场上的票。我自己觉得就是他很像那个啊，没有，准备总结的，就很像好人，所以我就去砍他了。因为我如果觉得他是真女巫或真是好人的话，我肯定得砍他去制造一个。你要把他砍死，你才能当女巫。对，或者我们俩一起死嘛，让别人不知道场上的情况嘛。我的意思是。我给你电话的意思就是在想你只砍四五里面只砍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不跳女巫就好。嗯、我想的是，如果不跳女巫，反水就肯定百分百出局了。跳个女巫，我们还能冲个票。我当时是想。哟，这什么意思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大家记得萌萌的那个截截图，我们抽奖啊。没事，其实我只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想的，但是问题肯定还是不对嘛。你想的就算，因为想的也不对啊。我只是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能。对，大家是可以出局的，本来可以出局。哦，我肯定死掉了。其实，我们后视角来看，最好的结果就是你不跳女巫，小黑被歪哥骗了。但是其实有一点很难，因为圈圈是钢铁守卫，圈圈不站我边，我就一秒钟会死掉。嗯。有可能吧。主要是我当时认下，如果我认了 JY 是那个女巫的话，我关键我饮水还发到那个十二头上了，嗯，知道吧？嗯，那如果我没有认下的话，其实会操作会可能打起来会好很多。他守的你，他守到的毒、哦。我知道，所以更那个吗？我要看恐怖片，你陪我一起。那太吓人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咋真的假的？我好害怕。还好，你看刚刚那个嘛，你看刚刚那个什么那个。刚刚不害怕，我害怕。OK， 哦，我也叫车了，那我把车去。我们这个抽奖还多久啊？怎么说？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？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可以问一问。嗯。K 哥不去交保护费吗？行，哈。哒哒你得帮我写检讨。哎呀，我自己这两天玩的也啥也不是，别大哥不算二哥了啊。行，感觉大家都差不多啊，都到点儿，都知道。如果我们把五砍死的话，三也要自爆，
三字报砍四。我觉得五那天会自首。哦，就是结果论来说的话，我们把五砍死，三字报砍四，对吧？嗯。那外面怎么扛推？扛推九十一里的牌了。有还是有机会的，结果论上还是也是有机会的，对，有机会。K 哥宣传一下自己直播间。也不用宣传，他们都知道，都知道。K 七个 S。没事，就算不宣传，他们等会儿我去开播，他们刷就很容易刷到我了。一万多流量，看你能不能承接住啊！我肯定接不住，我肯定接不住。K S 也是坏坏，自己列着第一把战队编了，不给我们跳身份，不给我们挣事迹啊！你知道我多容易堵你吗？他是个饮水。行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。我自己视角里面，我是觉得那个没难，但在你视角很难嘛，的确很难。你觉得不太难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嗯。OK， 我们自带。又是一个被看到。应该是差不多到多少时间？来，对啊，差不多。大家猛猛的抽张福袋啊！我们是 iPad， 哭哭抽 iPad， 抽了 iPad， 哭哭打字儿，哭哭发弹幕，哭哭发东发西，哭哭抽啊，朋友们！大家关注反水抖音啊，反水三嘛，然后他反水水是六月份就来了，大家记得先关注一下啊。你好。好，那最后就跟大家说拜拜了。我们这一万多的弹幕老师，然后大家那个想发泄的去 K7S 直播间，然后那个你们守护代宝血压去樱桃布丁好吗？今天樱桃布丁直播间，我狂上不霸屏，我不同意。好，大家可以去樱桃布丁直播间去守护一下代宝血压。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晚上7:30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大家晚安，再见喽，拜拜。